不懂，怎么知道它存在？佛说，唯真方知。啊，你证得了啊，你就知道。什么样的人才能证得？华严经上告诉我，八地以上，啊，菩萨的位次一共有51个位次，好像念书一样，一年级、二年级念到51年级，啊，51年级毕业了，那就叫无上正等正觉，叫圆满正等佛果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会常寂光去，啊，你什么都找不到，所以那个90%已经圆满了他的学业，他毕业了，他离开学校了，你找不到他了。他在哪里呢？他无处不在，他无时不在，他起作用，与一切众生的感应道交。众生起心动念，他知道。啊，我们念头啊，起心动念，他晓得。我们的身体，这是物质现象。物质现象，现在科学知道，它还是属于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现象。所以，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，每一个细胞在那里，这个高频率的波动啊，佛也知道，啊，没有不知道的，啊，如果有缘，佛就现身，啊，所以经常常讲，佛不渡无缘之人，不是不渡，无缘他不相信，他不肯接受，佛来了也没用处。啊，有缘呢，就是他能够相信，能够理解，啊，能够欢喜接受，依教奉行，这是有缘众生，啊，佛就来了。啊，要知道佛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他没有这三种现象，啊，所以你圆不到他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那么这个真相非常难得，现代科学家肯定了，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三种现象，物质现象呢，那的秘密完全揭穿了，啊，是宇宙的奥秘，啊，被揭穿了。啊，像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，啊，爱因斯坦的老师。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啊，研究到最后就是最小的物质。佛称它作极微色，也称它为极微之微。这是物质最小的，不能再分，再分物质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居然被他发现，因为它是物质现象，所以在高度精密仪器观测之下，还是把它找到了。科学称为微中子。啊，微中子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。100亿个微中子，啊，万万为亿，啊，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原子里面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，可见的它太小了，啊，我们肉眼看不到，普通的显微镜也看不到。这么小的东西，这是近代科学仪器的发展，让我们非常惊叹，
真的不可思议啊！他还是有能力把它打破。打破之后啊，跟佛说的一样，物质没有了，物质行为没有了，出现了什么呢？出现了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啊，就这个秘密揭穿了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从念头变现来的。啊，科学家知道了，啊，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。这句话呢，佛在2500年前常说。啊，佛说，色由心生，色就是指的物质现象。啊，它的对面就是心，心就是念头，啊，所以佛讲啊，色由心生，就是科学家所说的，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，一样的话，啊，这是了不起的发现，啊，这个发现之后，现在称之为前卫科学，还没有得到全世界科学家的肯定。啊，他还要收集很多证据，证明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让科学家才完全接受。啊，所以他们现在这些年，这个差不多将近20年了，不断在收集。啊，那么他收集里面最多的、最普遍的，就是疗愈。啊，像癌症，不治之症。啊，医院里面宣布啊，无法治疗了。啊，告诉这个病人，你的存活期间只有2-3个月了。啊，让家人好好照顾。啊，那么在这些病人当中，确实有不少啊是宗教的信徒。啊，他们听到医生的宣布，啊，自己的寿命呢，知道了，只有2-3个月。啊，所以这些信仰宗教的人，他不再想自己的病能不能好，啊，有没有病，他不想这些。他只想一桩事情，上帝来救我，啊，带我到天堂，他就想这一桩事情，啊，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，佛菩萨接引我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不想身体，也不想病，也不想好与不好，什么都不想，这个念头真的彻底转过来了。1-2个月之后，他身体似乎没有恶化，好像越来越舒服了，不感觉到病苦了。再到医院去检查了，并没有了。医生觉得这是奇迹，啊，病怎么会好的？问他，你用什么方法治疗的？没有，什么方法都没有，啊，只是每一天祷告。每一天祈祷，啊，学佛的人每一天念佛，就念好了。科学家发现这是什么？念头能够控制物质，我们的病这个身体，啊，无论是内部五脏六腑的病，外面眼耳鼻舌的这些病，通通都能恢复正常。不需要医药，也不需要任何医疗，它就好了。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讲的很多，啊，佛有一句话我们要记住，那就是他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，啊，这句话也被科学家证实，啊，把心，我们平常心是散乱的，妄想、杂念太多，无量无边，
前年灭了，后年就生了。这个是反复的现象，反复的范围多大？这佛家讲包括十法界，啊，我们这个人间是十法界之一，啊，除这个还有九法界，都叫众生，都是属于这个现象。这个现象里头有善念，有恶念，啊，善念赶来的是天堂，是极乐世界；恶念呢，所赶得的是地狱，啊，是恶鬼，是畜生。啊，所以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念头来的。于是我们念头啊，不能不谨慎。啊，怎样才能成佛？在佛的教诲当中，能够拿到佛教的学位。啊，昨天我跟诸位报告了，啊，阿罗汉第一个学位，菩萨是第二个学位，佛陀是最高的学位。啊，佛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为什么？你有本性。你有自信，啊，自信本来的面貌就叫做佛陀。啊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我们把自信呢迷失了，不是真的丢掉了，是迷而不觉。啊，所以讲经之前，羌迪玛长老。啊，要我念三乘三皈依，有道理。这个比我们汉传的这个佛法讲经之前呢，念开经偈意义更深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三皈依是佛陀对我们基本的指导原则。啊，我们从哪里学起？学佛从哪里学？从三皈依学起。啊，第一个要皈依佛。啊，佛是什么意思？佛是自性觉。自性觉就是你本来是佛。啊，佛不是外人。啊，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依足。啊，这叫皈依佛。第二个呢，皈依法，法是正知真见，就是对于宇宙、人生、万物的真相，真正的了解，没有错误，啊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偏差，啊，这是法，佛所说的一切经法。正知真见，确确实实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今天被科学证明，我们非常欢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学了几十年，对很多问题啊，依旧是怀疑。我们没见到，只是听佛在经上讲。现在被科学家用科学仪器探测到。探测到的结果跟佛说的是一样的，我们对佛的信心倍增，一点不怀疑，啊，我们真的皈依法。第三个皈依僧，啊，僧是自信的僧宝，是清净意思。我们现在被染污啊，烦恼染污。杂念染污我们，啊，业障染污我们，啊，所以我们见不了自性。我们从染污回头，回归自性净，啊，我们本性是清净的，没有污染，本性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，啊，这完全是事实真相。那学佛就从这儿开始，最后也到这个地方圆满。
所以讲经之前念三皈依是决定正确，因为往后我们一定要来提倡，把它取代了开经偈。有这样明确、真实的指导原则，无论学佛的什么经教，原理、原则、方法，都不超过这三条，所以这个三条一定要非常重视。这一段经文是黄念祖老居士揭露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是三品里面的文句，得增普贤是第二品，告诉我们学佛一定要遵守普贤菩萨的教诲。普贤菩萨教诲分量很大，如果光说，那就是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从他纲领上来讲呢，只有十条。把它整个归纳起来，十条。十条第一个是礼敬诸佛，要从这里学起。普贤菩萨跟一般菩萨不一样，不一样地方在哪里呢？他心量广大，真正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沙尽，广大的心量，包容，没有一样不包容。诸佛礼是礼拜，敬是尊敬。诸佛有过去诸佛、现在诸佛、未来诸佛，过去佛已经修行正果了，我们知道现在佛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的很多，设法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无量无边的祝福，这个我们也懂。未来佛呢？未来佛就是现在的众生，包括我们全世，我们将来都会成佛。所以这个礼敬里面最重要的并不是过去现在，而是未来祝福。我们对于每一个众生的看待要像我们对世尊看待一样，没有分别。我对释迦牟尼佛是如何尊敬，我对于每个众生都能同样的尊敬，这很不容易做到。普贤菩萨做到了，我们要向他学习，决定不能轻慢一些人。那这个众生他造恶多端，我还能尊敬他吗？要尊敬。为什么呢？他本性是佛，他只是一时迷惑颠倒，不可以因为一时做错一点事情呢，我们对他就不尊敬了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这个是不如法的，也是我们常讲的，这是不符合道德的理念。他做无论做什么样错事坏事，我们要尊敬他，尊敬他的佛性，
啊，尊敬他的自信，这就对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称赞如来，你看名相上的差别。第一句讲祝福，佛是从相上看的，要平等的理解。啊，如来不是从相上看，从心上看，所以称赞呢，就有分有差别了。他的心行啊，就是他的念头善，他的行为善啊，做事处事待人接物都善，我们要赞叹他，要表扬他。那他思想不善，言行不善呢，我们就不说，就不赞叹啊。这个就是中国古人讲的隐恶扬善，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不说，好的地方赞扬，这样才能够把社会风气端正过来啊。你看行行不善的人，他时间久了会感觉到，你看社会大众很慈悲，都原谅我，都不说我做了一点好事，大家都赞叹啊，所以久而久之他会被感动，会回头啊。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行为，不可以放在口上，更不能放在心上啊。放在我们心上去错误，我们的心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是觉而不迷的。为什么把别人不善放在我们心上啊？这就错了啊。应当记别人的善，不记别人的过失啊。这是佛陀一生时时处处都在教导我们，我们应该牢牢记住，一定呢要遵守，要奉行啊。学习佛陀，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样子啊，能够体谅别人，原谅别人，不说别人过失啊，赞叹别人的善念善行。那这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广修供养啊。供养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亲善的行为啊。供养范围非常广，我们遇见人对人或长是供养，尊敬供养，对人微笑也是供养啊，以很好的态度对待别人啊，言语善言供养啊。除这个之外啊，在财务上的供养啊，乃至于他所需要的啊，他所缺乏的，尤其是迫切需要的饮食衣服啊，居住的房屋啊，在大灾难的时候全部摧毁了，他迫切需要的这些的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啊。这个是就是说广修供养。供养里面财供养，佛告诉我得财富啊，最大的供养不是财供养。经典里面佛告诉我说，以大千世界七宝供养都比不上为人设四句偈的供养，供得到
啊，这就是说明了供养当中帮助别人开悟，这个供养啊最大的。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表演讲经教学，啊，49年，这是修法供养。啊，佛陀当年在世，教导学生，学生有了成就之后，也跟佛陀一样，啊，迁散到，啊，四面八方，各个地方啊，代佛教化众生。啊，那个时候没有科学这些工具，啊，讲经教学都是面对面的传授，不像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些工具，高科技的工具远程教学。啊，虽然不在一起，我们用卫星、用电视、用网络，啊，无远佛界，啊，整个地球都能收看得到，啊，这个效果就更大了。啊，那么今天是建道场。什么样的道场最殊胜？啊，有很多富贵人家，啊，真的想修福、修慧。啊，什么样的福慧是最大的？国报是第一殊胜的，可以说生生世世都享受不尽的。那是什么？就是护持正法，啊，培养弘护的人才，啊，弘法人才、护法人才，啊，建道场的，建卫星电视台，这个道场大了。啊，你这里道场再大，容纳10000人，很大了。啊，容纳10万人，我见过，我在泰国见过。我记得2003，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活动，啊，在曼谷大学，当时副总理查瓦利将军，他也是泰国三军总司令，陪同我参观一个道场，这个道场建的很新式，啊，建筑的形状啊像飞碟一样，面积确实很大。它一共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工，只是建了第一个，啊，第一个圆形的，每一个道场里都可以容纳10万人，真是让我叹为观止。啊，主持长老问我，就是法师，你的道场在哪里？我没道场啊。啊，他问我，我也不能不说。我告诉他，我的道场在天上。这怎么在天上？他们门口有2颗那个大碟，接收卫星电视的，啊，有2个很大，在他这个道场旁外面。我说这个可以接收到，啊，接收到我们在电视卫星里面讲经典节目，24小时不中断，啊，那是我的道场，所以它在天上不在地下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赶上时代呀，啊，
这种传法的这个工具好啊，效果非常殊胜。我们不需要跟同学面对面，不需要。我们利用网络，利用卫星，利用电视，很小一个地方就能够覆盖全球。我们要这样的道场，道场小，容易维持，开销少，可以不求助于人，很简单的，很少的一点钱就能够维护这个道场，这个道场产生的效果非常之大，不可思议。那么这讲到广修供养，那么在现前社会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居住的地球遇到困难了，社会动乱，不是某一个地区，是全球性的。多少人，这些知识人员在寻求怎样去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谐。联合国带头召开这些会议，我听说从70年代开始，到现在差不多40年。效果怎么样？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，灾难可以说一年比一年严重，让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工作的人对于和谐丧失信心。我参加了10几次的会议，我了解，还有许多国家领导人对这个事情也没有信心。我们遇到之后常常来谈这个话题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原因非常复杂，但是根本原因就是一个，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说，子不教，人心坏掉。这是你家里有小孩呀，你的儿子、女儿，你要没有把他教好，人心就坏了。现在确实，这个现象很普遍。做父母的生到儿女，交给谁去管呢？去教你，多半交给佣人。他怎么能把你的儿女教好？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忙着要赚钱，夫妻多工作，所以儿女没有人教。这个现象非常普遍。在中国古时候，千万年来，夫妇结合建立一个家庭，家庭里面两桩大事，一个是家庭经济生活，叫物质生活，另外一桩事情，怎样把儿女教好。这两桩大事夫妻两个分担，在过去多半先生负责家庭经济生活，太太在家里面负责把儿女教好。
这两个责任哪个人最大呢？妇女的责任比先生大。先生做的是小事，太太做的是大事。你家里的后代有没有圣贤出现，完全在这个母亲。那母亲要真把他教好了，他家里底下一代出圣人、出贤人，那个功德太大了，不是这是你一家的幸福啊！你为国家造福，为民族造福，为全世界的人民造福，这个事情多伟大！所以中国自古以来，中国人懂得教育，确实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方法，但是中国人教女儿比教儿子还要重视。这两个比重哪个更重要？女儿最重要。女儿对社会、对后世的影响太大了。也就是儿子影响顶多是一世，女儿的影响是很多世。这在中国古礼里面都可以看见的。中国讲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在历史上看到了效果，这话不是假的。每一个朝代政权取得之后，大概5年政治就上轨道了，治理作业就上轨道了，至少有100年到200年长治久安。这是很多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非常佩服。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政治效果？通通靠教育，特别是靠家庭教育。也就是特别是依赖母亲，这母亲对中国社会的贡献，孩子的教育最重要就是孝亲，尊重老师，尊重长辈。这个是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生的，这中国人对这个非常讲究。教是要做样子给孩子看的，他的印象才会深刻。中国古代教育是家庭负责的，国家监督、奖励、实际操作是家庭。在中国古时候是大家庭，不是小家庭。大家庭，它大概都是5代同堂，不分家，所以一个家族普通人口都在300多人。望族人口兴旺有700-800人，人丁衰了大概也有200人，这它是大家庭。大家庭有家学，叫属家属，我们是一般称私塾，是家庭子弟学校。这个对中国贡献呢太大了。这个学校里的教学的方法、教学的教材现在还是有，
昨天吴教授跟诸位介绍的，那就是中国古老的这种教学方式。他在学校里办了一个班，复习班。教了6年，实验，从小学到1年级到6年级做成功的。证明中国古老教学方法好。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世世代代讲经的人才怎么培养的？这个要知道啊。现在人都很多都知道叫佛小座，真的。佛小座从谁开始呢？阿难尊者开始。佛陀当年在世讲经没有记录，而是佛灭度之后，弟子们回忆世尊当年所说的，把它写成文字，集结成为经典。谁来复讲呢？阿难来复讲。阿难是个天才，记忆力特好，听一遍呢，他永远不会忘记，像现在的录音机一样。他有那么好的记忆力，所以让阿难复讲。500阿罗汉在听课，为阿难做证明。阿难所讲的，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，那一句就不可以写下来，必须500个人听了都赞成，是的，佛是这么讲法的，这才能写下来，取信于后世。所以集结经藏非常敬业。于是佛门里面培养弘法人才就采取这个模式，一直到我这一代开始的。我们都是从佛小座学习出来的。佛小座老师讲经，那学讲经的人呢，就在听众里面去挑选，或者他自己愿意，自己愿意向老师报名，我参加学讲经。那基本的条件呢，第一个是要记性，听老师讲这2个小时。明天你把你所这2个小时听到的你重复讲一遍，老师讲2个小时，你能讲1个半小时算及格。这个复讲漏掉就可以，不能自己用语言去增加，不可以完全讲老师的东西，要有这么好的记忆力。第二个呢，理解的能力，你真听懂了，你能记得，这样的人才可以培训出来做佛门的传教士。如果不能，没有这个能力，听2个小时只能讲1个小时。这个就不能培养成法师了，讲经的法师了，培养做护法、内护，就是道场管理道场的人员，那叫护法，红护一体。护法的人必须要懂得经教，不懂得经教，你往往把护法这个工作做错了，做坏了，对于弘法的人带来很多不方便，这就错了。
啊，所以这些呢，全都是属于供养。啊，供养的范围非常广大。啊，《普贤行愿》里面讲得非常清楚。啊，那么今天这个佛法能不能复兴，能不能发扬光大，这个桩事情不在弘法的人，而在护法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，把护法的工作委托给国王大臣，啊，他们有权势，有威德，啊，由他们护法，佛法才能兴旺。啊，没有这些人护法的话，佛法是兴旺不起来。啊，讲得再好，修得再好，影响力很有限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谁来救佛法？谁来救社会？谁来救国家？谁来救人类？啊，一定要弘护一体，最好的结合，这个事情就能做圆满了。啊，所以弘法的人要谦虚，啊，护法的人要沉静，啊，有真诚心，啊，有认真负责，啊，这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。啊，普贤第四愿是忏除业障。啊，我们每个人只要到这个世界来，都有业障，没有业障，你不会到这个世界来。啊，所以做错事情不怕，做错事情要懂得忏悔，后不再造。啊，业障里头，尤其在先前的社会，诱惑的力量太大了。啊，外面这个诱惑，名利的诱惑，啊，中国人所谓是高名厚利，啊，再加上美色，啊，这个诱惑力量非常强大。自己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，哪有不动摇的？这是难处啊！啊，今天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佛菩萨示现在人间，有的人真干。有的人烦恼习气重，经不起诱惑，他失败了。啊，两种人数量都很多。啊，那我们在此地所看到的善人多，啊，让我们对于正法久住，对于社会的安定和谐，见到一线光明，啊，希望我们认真努力，这个光明越来越大，将来会照遍全球。啊，这是我们这一次陈某总统的邀请。啊，这一次访问在斯里兰卡这个地区，有机会来向斯里兰卡的佛教、宗教、人民学习，那我们才晓得这一块大概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块净土。以前我以为纽西兰、
澳洲是个净土，这里比澳洲、比纽西兰还要干净。它这里农田看到一片绿地，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，依旧用传统同农耕的方法，这净土啊！人民居民没有奢侈浮华的这个意念念头。大家都能够遵守佛陀的教诲，佛陀教诲在此地落实了，家家户户连小朋友都在学习。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佛教有讲的，没人去做啊；有说的，没有人行的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到这个地方来看到，他真干。我看到非常欢喜。而且总统信仰他，非常仁慈。诸位佛门弟子，乃至于所有其他各个宗教的长老，心量都很大，在我心目当中，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都是来实现。太难得了！我们希望更进一步，要深入经藏，产生更大的效果，对全世界可以用网络、用卫星来宣传、来教学。我们谦虚一点，给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自己学习的心得。要需不需要到他各个地方去访问教学？没有那个必要。斯里兰卡可以成为全世界一个宗教学习的中心。全世界的人要想接受宗教教育，到这个地方来学习，为什么？必须是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一切集中，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。到处去走的话，就分散了，力量分散了，一样也做不好。时间、精力都浪费掉。记住佛的这句话：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我们佛的成就都在禅定当中，我们要学佛，我们的成就也在禅定之中。不分心，不去操那些心，每一年如果说是我们做得很有成就，对社会化解冲突、促进安定和平有一定的贡献，可以每年在联合国就办一次大型的活动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、爱好学习宗教的人到斯里兰卡来学习。斯里兰卡整个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学校，多元文化宗教大学。只要做好一个地方就行，就能影响全世界。他们到这边来学习，回去之后就去复制。将来每个国家都有几个点，都有这些人到那个地方去，把这些信息带回去，发扬光大，这好事情啊！
但我们尽量利用这些科学，将来我相信10年20年之后，科学哲学跟宗教会融成一体啊，因为他们所学习的方向目标是相同啊，宗教对他们会有很多的启示啊，帮助他有更进一步的去发现。啊，宇宙的奥秘，佛法里面讲实相，一般人讲真理。啊，实相就是真理。啊，唯有忏除业障，我们才能真正升起正信。啊，没有丝毫怀疑。啊，升起真诚、恭敬。这样子面对圣贤的教诲，自然就能体会，自然就能理解，自然就得其受用。啊，自己得受用得利益，就要向佛陀学习。啊，我们要认真。要尽力把自己所修学的奉献给有缘众生，啊，就是好学的众生、肯学的众生，啊，不遗余力去帮助他、去成就他，啊，让正法世世代代绵延下去。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。啊，十愿我就简单介绍这几点。啊，这普贤值得。啊，开化，开是开导，化是教化，实际就是教学的意思。啊，教什么？贤士真实之气，完全秉承佛陀的理念、佛陀的精神、佛陀的教诲啊，自己学到之后要去影响别人啊。《大教缘起》里面说的也很明白，更好懂啊。佛教，佛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事业啊？这是佛陀的事业，是佛的家业，目的愿望就是要帮助一些苦难众生，拯救他们啊，会是给予给他们真实的利益啊。所以简单的说啊，佛教它到底叫些什么，用意何在，目的何在啊？佛教没有自己，肯定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跟自体是一体的啊，跟自己是一体，所以无尽的慈悲是这样流露出来的啊，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啊，诚心诚意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用什么方法？佛知道，苦从哪里来，乐
是怎么得到的？啊，苦是迷惑了自己的自信，从这样产生。啊，乐呢？乐是觉悟，你只要一觉悟，你就很快乐，与社会地位没有关系，与财富没有关系。啊，真快乐。中国古时候读书人羡慕孔颜之路，孔子颜回。孔子当年在世是平民，啊，他没有很高的地位。他做卢斯寇三个月，那个地位就像现在警察局长。啊，只是做了三个月，这样一生的教学。但是他很希望有人能用他。啊，他一生最仰慕的周公。啊，周公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。啊，孔子有智慧，有能力，但是诸侯国王没有人肯用他。所以68岁回老家，看着没指望，回去教学吧。啊，实际上他只教了5年，他73岁过世，68岁回家教学，73过世，只教了5年呢。5年的教学对中国这2500年的影响太大了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没有自己。啊，心里想的，心里念的，是苦难众生。真正是抱着一颗热心，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。啊，决定没有个人名利夹杂在里头，他成功。纯真无妄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聪明，30岁开悟之后，他就开始教学。他是王子，啊，他不出家，他继承王位。你看，不要啊！已经得来了，不要。啊，王位呀，没有出家教学快乐。出家教学快乐，超过做国王，超过大富大贵，人间第一快乐的事情。我的老师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时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被他这一句话打动了。那这句话让我以后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我毫不犹豫，啊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我就走上教学这条路子，啊，真快乐啊！啊，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，啊，也没有任何人帮助你，啊，只要我们自己。相信，绝不怀疑。啊，深入经藏，越深入越快乐。啊，有缘就帮助众生，没有缘，用讲经说法，用卫星电视去帮助一切有缘同修。啊，他打开电视。啊，他打开网络的频道，这就是有缘众生。啊，这多么欢喜，多快乐啊！啊，多少同学听了10几年，跟我还没见过面，啊，都很想呢见一次面。
一年我们有一次的活动，大家见面就很好了。天天见面在网络，在电视机前，天天见面，没有一天不见面。我们智慧、德行，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跟老师比。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老师天天讲经说法，没有中断。我们现在呢，只能一天讲4个小时。一天读诵经典4个小时，快乐无比呀！天下事，人家问我，世界太平啊，没事啊，怎么真的发生事？那个我都不知道。为什么不知道？不看电视，不听广播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与社会完全隔绝了。那有些重要的信息，有几个同学每一个星期揭露重要的新闻，揭露几张纸给我看，我就看了一点。问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没有电话，没有手机，有电话就麻烦了，心就不能清净了。所以这些凡是干扰我自己不能承受的干扰，我就要把它断绝，让它不干扰。我每天安安静静，心地里都清净，没有任何染污，好好的来学习，会以真实之理，真实之理是我们通过经典的学习，在我们学习当中证明它真的是真实。我们介绍给别人，无论是态度、言辞，没有忧郁，真正是斩精截铁，让大家接受着，能够相信，能够不怀疑，积累，积功累德品里的书，诸真实慧。佛在世，每一天都是这样。他不住在烦恼上。我们现在的人心住在哪里？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表现在外面，杀盗淫妄。他在造业，所以他身心不健康，他居住的环境都在堕难。世尊当年在世，3次来过斯里兰卡，在这边讲经说法，为当地排解纠纷。这个地方圣地，我有理由相信得3宝加持，众神护念，这个地方人有福，叫富人居佛地，佛地富人居。
啊，我们把这几句四句话学会，我们也住真实智慧，勇猛精进，业相专制，庄严妙土。妙土在哪里？就在斯里兰卡。啊，我们认真努力，我们的心善，念头善，啊，我们的行为善，啊，所谓善，一定持戒。佛教给我们的无戒是善，要从我自己做到，圆圆满满地做到。那我能做到，我就会影响周边的人，大家通通都做到。这个地区就是众善庄严。啊，这个经上讲的真实之际，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真如实际实相的本际。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，啊，这就是这一部经所开示的，啊，佛所说的，所教导我们，啊，极乐妙土乃是真实智慧之所庄严成就者，我们要真学，啊，真实智慧里面没有妄想，啊，妄想不是真实的；没有杂念，杂念也不是真实的；没有欲望，啊，这个欲望是个人的欲望，自私自利的欲望，假的。为什么？身不是真的，不要为这个假身去造业，那你就错了。有大错的，啊，真身是法性，真心就是此地讲的实际，啊，真实之际是真实，啊，真身是智慧之身，是功德之身，啊，是众善之身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要怎样先成就自己，自己成就之后，自己的环境自然是庄严妙土，啊，极乐世界才能现前呢。啊，弥陀世尊摄持妙土，宣持妙法，与会于众生以真实之力，啊，我们都应当要学习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如何庄严极乐世界？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区，把这个地区看作是极乐世界的一个蓝本，我们在此地把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的庄严，在这个地区做到，啊，这一个地区做到，就能感化整个地球。啊，地球在太空当中，看到是个蓝色的，啊，蓝色光明的一颗星星。啊，非常之美呀，那是地球的本来面貌啊。那是地球啊，自然的妙土啊。
今天我们很不幸，把自然生态破坏了。这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。违背了信德造作的罪孽，感得眼前这个困苦艰难。如何恢复？多少人讨论这个事情，用佛经上这些开示、这些理论，佛教给我们这些方法，特别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行的、所做的、所为的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把它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我们虽然不能够跟极乐世界一模一样，总是步步靠近。这样叫真学佛。绝对不是讲的是一套，做的是一套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如果我们的言行一致，心口一如，自然得到三宝加持，龙天善神保佑，护念。那么这三种真实，真实的利益是身心教化，不是其他的，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，真实之机、真实智慧、真实之利，真实的利让我们开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让我们回归到真实之机。是此三真实，即一即三，方便究竟，不可思议。极乐一正净土法门具体是真实之际，故云本经以真实为体现。这是这一段幕后的这个结论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，易经宗序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170面第一行，今之所从上者，名之为宗，宗者要也。全经宗旨，前面呢讲他依据的理论，依据的理论明白了，我们的信心就建立了，我们相信，相信之后我们怎么学法，从哪里学起，这个点很重要。所以这一段呢就说这个问题，学习要抓住纲领，我们的进步就能够快速，所以宗是全经的宗旨，有宗者修行之要经，经是道路，门道是最重要的道路，最重要的入门。故知宗是全经的道理。譬如我们问学佛，有人问我，佛教到底是什么？
啊，释迦牟尼佛创这个教，目的何在？意图在哪里？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。啊，我们用三句话就解答它。释迦佛建立这种教学，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破迷开悟。啊，他用的手段是用教育。啊，教育怎么教法？自己先做榜样。啊，做得很像样，别人看到，自然就向他请教。啊，譬如最明显的，我们在联合国大会堂里，啊，我出现在那个场合，许多会友们，啊，他不问我别的，他问我，法师，你用什么方法的保养身体的？啊，因为他知道我年龄，知道我很久，他对这个事情很关心，为什么关心？关心他自己。啊，我告诉他，我说方法很简单。啊，我的饮食起居很普通，没有一点特殊。啊，一切补进补的东西我都不吃。啊，我告诉他两个秘诀：第一个，心要清净；第二个，素食。啊，而素食最好的，是一天吃一餐，日中一食，为什么呢？爱呀，爱自己呀，啊，爱自己哪里？爱自己的五脏六腑啊！吃太多了，他负担很重啊，他消化不了啊。啊，我们让他负担轻一点，哎，一天一餐够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天吃一餐，啊，一生如是。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学经教，跟他十年。啊，这个老人，我跟他的时候才70岁，我离开他的时候80岁，我跟他十年，一天一餐，而且很少。我这个日天一天一餐跟他学。啊，我是吃到第8个月，我才告诉他，我说老师，我现在要学你日中一食，就是多久了？要8个月了，怎么样啊？身体有没有什么感触？我说很正常啊。他嘱咐一个，永远做下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生活所需的越少，就不求人了。人道无求，品质高啊！什么最快乐？不求人最快乐啊！啊，很少就能维持我们身体正常，啊，我们于是得到一个结论：身体是一个机器，很复杂，很精密，机器要靠能量才能发动，那饮食是能量的补充。啊，如果它消耗量很大，补充不足，就会生病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不可以勉强。啊，勉强学不行，会得病啊。你消耗多少，补充多少，这就是最正确的。那它消耗能量，它怎么消耗的呢？我们细心去体会，能量消耗啊，应该90%以上消耗在妄念上。啊，你的妄念多，妄想多，杂念多，你补充就需要多。
啊，一天三餐还不够，还要吃点心。啊，晚上还要吃宵夜。啊，如果你心清净了，心越清净，能量消耗就越少。所以得定的人，在中国近代，虚云老和尚禅宗的，大家都知道。老和尚常常一入定，就半个月、一个月。你看，半个月、一个月，不吃饭，不喝水。出定呢，精神饱满，一切正常。你就知道啊，人在定中的时候，不需要饮食补充，为什么？它能量保存在那里，它没有消耗。这是事实啊，这个不稀奇啊。心越清净，你消耗的能量就越少。换句话说，你吃的食物就可以减少，不必那么麻烦。人家一天的生活费用，我们可以过三天；那人家10天的生活饮食，我们可以过一个月。这是有理论、有事实做证明，有理论依据，有事实证明。心越清净越好，越专一越好。不必要知道的事情，尽量不要知道。那就叫烦恼。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。古人讲的话是真言。是实话。所以修行要抓道理，要抓到重心。重心总的来说，不外乎戒、定、慧。戒要守规矩。所以说，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呢。一定首先要相信，佛教我们好。佛没有恶意，佛不会把我们教坏呀。我们做佛的学生非常光荣啊！这个老师是世间第一个好老师，我们要承认，要肯定啊！持戒从哪里做起？从三皈做起。三皈，皈依佛。觉而不迷，皈依法正而不邪，正知正见，没有邪知邪见，皈依僧静而不染。你看这意思多好，这是总的指导原则。无论你修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、教下，没有例外的。这根本法。戒律里面的根本法，无戒是善。根本的根本，世尊为我们总结，跟中国过去历代圣贤总结完全相同。就是孝与敬。佛做到了，孝圆满地做到了，敬也圆满地做到了。从什么地方看起？从菩萨戒经里面看到。佛陀存的什么心？他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
还有能比这个更高的吗？对一切众生，男性都看作是我的父亲，女性都看作是我的母亲，尽孝。《弟子规》学习了，不仅仅父母呼我应勿唤，那是一个这个印象啊，叫我们真正体会到所有的人呼我们都要像对父母那样的尊重，这个才真正把《弟子规》学到。字字句句是回到自身。尤其大乘说的遍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。这是大乘的伦理观。比中国古人讲的伦理不知道扩大多少倍。是不能不服啊！所以他的慈悲遍法界，遍虚空界，这慈悲的爱心叫爱心遍法界，善意满人间。佛是这样的存心，他的教诲是圆满的智慧，是真实的利益，我们一定要肯定。那么既然宗是全经的纲领，所以在明白佛讲经教学理论依据之后，一定的要明宗，要明了修行的总纲领。这体是理，宗是行，理明白之后要不能够落实，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，你等于没有。所以这一点就比什么都重要了。二点呢，互相表里，宗是会体要行，故应从上，它是根据理论重要的行持，我们要把它做到。学佛的我是在学佛30年之后对净宗才相信，这个法了，佛说的很多，叫难信之法，是真的。所以诸位晓得我入门是从哲学入门，多少受哲学的影响，前3年完全受影响，后来越研究越深入才知道真的是方心子所讲的高等哲学，不是一般的哲学。越深入才真正体会净土是圆满的教学。我的老师用净土经劝我，我对老师尊敬。
啊，我不回报净土，我对这净土很崇敬，但是不愿意学它。啊，年轻的时候喜欢学大经，啊，大经大论。啊，一直到我看到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弥勒菩萨，啊，他们到最后全部都是因净土而证道的，我才很细心去观察，渐渐体会到这个法门。啊，所以如果我们学了之后不能把它变成生活，经里头的乏味你尝不到，那也就是经中的法喜你得不到。啊，再说浅显一点，你的身心健康得不到。啊，中国古人常讲啊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这心情很快乐了，身心自然健康，不会有毛病的。啊，有忧虑，有烦恼，有牵挂，啊，这个他没办法得到快乐，啊，他生活的就很苦。啊，这个我们不难体会。啊，老师教给我的最三句话，最后的一句是：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要得不到这个享受，那不叫白学了。啊，真得到这个享受啊，我把这个东西介绍烧给别人，别人会相信。啊，早年我住在美国，啊，也住了一段很长的时期。我们的邻居，时间久了，邻居也熟了，见面打招呼了，他就来访问。啊，他问我是学哪一个行业的。我说你问这为什么问这个事情？他说我看到你们每天都那么样的快乐，你的快乐从哪来的？哦，我就了解了，我就告诉他，我们是学佛的，那佛里面呢是学净土宗的。啊，佛他知道一点，不很清楚，啊，不是很清楚。因为在美国，佛教禅宗跟密宗很兴盛，净土知道的人不多。啊，我说我们学这个法门，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，第有三段事情。啊，第一个呢，清净心，心地很清净，这个我们喜欢。第二个呢，长寿。啊，无量寿啊，哎，他也喜欢。第三个快乐，这三样东西我们都喜欢。我问他，你是不是基督教徒？是的。我说好，我们的小道场，啊，我在那边讲经，有个小道场。我说我们每一个星期六可以为你们信仰基督教的开一堂课，这堂课叫什么呢？叫清净，叫快乐，叫长寿。他很高兴。我说你们星期天进教堂，星期六啊进佛堂，教堂里的神是你的主，啊，是你的父。星期六到佛堂来了，
佛是你的老师，没有冲突。你看，在家有父母，上学有老师，他们听了很快乐。我们星期六的人就越来越多。啊，真的帮助你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啊，所以佛弟子一定要懂得学佛好事，不要破坏他宗教的信仰。啊，佛陀在世如是，我们学会了。你看看许多经典里面讲到婆罗门，讲到许多其他宗教，啊，跟佛学习，佛通通接纳，都是佛的学生，佛没有改变他的宗教信仰。这一点我们在经典上要留意，我们要学习。啊，任何宗教都可以学佛，为什么呢？你看看净宗法门讲的多简单多单纯。啊，你来学什么？来学清净心。我相信无论哪个宗教都要有清净心。啊，都说都要应该要长寿，应该要快乐。啊，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在佛陀教学里面可以得到，可以学到。啊，所以我们把它，我是一直都把它看作教育，我没有把它看作过宗教过。啊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称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自称弟子，弟子是学生，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，他们宗教跟神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，是父子的关系，一点都不冲突。啊，所以我们完全依照佛陀教诲，与一切宗教往来，非常和谐，非常融洽。啊，最先我还以为还要有几次辩论的，十几年来一次都没有。啊，现在时间是不是到了？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最尊敬的帕利卡玛利瓦萨法师，尊敬的纳斯帕纳纳达法师，尊敬的卡纳斯纳法师，尊敬的卡努纳纳神长，尊敬的合作部长，尊敬的索日大萨市长，尊敬的达雅纳苏秘书长先生，诸位长老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《大经
可住第一百七十页，一百七十页，我们从第一行看起。今之所从上之，明之为宗，宗之要也，全经之宗旨。又宗者，修行之要境也。不知宗者，为全经之纲领，纲举莫章，令题依顺。是故于变体之后啊，首印临终。我们前面学到此地，说明宗旨的重要。宗旨是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，指导的纲领。所以在显体之后，显体是说明世尊当年说这部经所依据的理论。理论明白之后，最大的作用是让我们生起信心，知道佛所说的是根据宇宙万法的真相。这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真理，不是随便说出来的，是决定可以相信，让我们对于经典、对于佛陀、对于教法、对于传承的人都能升起坚定的信心，学习这才能够其如精进。如果有怀疑，那就很难得到佛法的利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信心建立之后，这个法门要怎么个修法，这就是宗旨里头所说的。修行之后有什么好处，这是首先我们都应该搞清楚搞明白的。所以呢，显体跟明宗是互为表里，内里面是讲的真理，外面呢是告诉我们怎样其如真理的方法。是宗，是会体之要性，能够其如佛陀所证的境界，修行最重要的纲领方法。相向心经术里头说，相向大师是隋朝末年、唐朝初年的人，距离我们现在1400多年。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，他说：“言之所贵，这是宗的意思。宗之所贵呢，这就是去，去向。”又归峰大师圆觉经六疏说，这是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，唐朝时候的人，他说去者意去，去向即心意所归去之处，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经教终极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要达到的是什么，这叫去。那么宗是方法，去是归属，可知
去者归去。是故《易经》宗旨，明其所为，摄其所求，就其所至，明之为去。这个几句话不长，只有十二个字，把佛法修学啊，从基本的理论到我们所希望的